18年一次的普渡，他们是鱼翅山哎，你把鱼翅在那边什么当那个装饰品？2、3，哦，好 heavy 东西，9999，哇！真的是有吃還有抓，還有在長知識，這種普渡場你應該沒看過，一場戰爭。好，大家好，我是914，就是914，就是現在所在的位置呢，台中無期的真武宮，看起來整個古色古香，對不對？哎呦，人家可是台中市的市定古蹟哦，那他们的主事神明呢，玄天上帝配牙公。那大家都知道嘛，每一年的农历七月呢，台湾各地的庙宇呢都会举办大型的普渡。不过这次就是要来帮大家记录的是18年一次的普渡，他们把18年全部的精力全部投注在今年，所以可想而知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就是要用镜头继续帮大家记录下去，什么叫18年一次的普渡？看得你就知。这平常应该蛮少看到这样子的配置吧？我是没看过。对，这里刚刚在几下面。哎，下面跟这里下面很多贡品吗？哎，这好最大满汉、大满汉。大满汉，你说满汉全席那种满汉？对，哎，这是阮台中，若要看一张普渡，上该有指标性，就是爱有大满汉。哦，所以大满汉做得好不好？就表示你这一谱有没有够精致这样子？出头就对了。哦，出头就对。啊，这大满汉里面要有哪一些重点？较看到就是这个米山啦吼，听讲吼，跩米有3000大军啦。我刚才有一个出头，我刚才等下人惊一个。你把鱼翅在那边什么当那个装饰品是？没啊，恁家庭嘛是把偶制当做饼干的对。当做零食，当做脆甲面。他们真的帮我把鱼翅插在那边，然后当做是就是那种插回来一种出头，因为出头就侪呢啊，除了米山之外。贡品上有哪些特别的吗？其实拢是大部分，其实拢是因中埔西用的对的物件。所以吓，你看味素啦吼。哇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鱼翅山哎。我看到重点了。所以正常来说，人家就是中间一个长桌或一个方桌，啊，你们这个还像是半桌半，就像是人在吃东西这样子哎。对哦，阮台中阿弟吼，讲一年24地道啦吼，啊半年12地道。所以你不能说啊，我出一个6地道袂使。袂使。就是至少24啊，你也可以半年12。爱连动。哦。请问现在台中无期是打算跟我们切定人掐饼的掉？有点厉害。安内有睡哈？睡的。耶。韩主跟韩主。好，韩主。哦，国宝级的乐师哦，真的吗？就是你本人吗？对啊，我这个算哦，我凊彩 GoPro 刚举起来，我就是我问到国宝的对。你看他的鸡翅头有多少？他们是他拿手的，全部。鸡翅头啊，来，鸡翅头你等会介绍一下。既然国宝在现场，我是不是在现场学一个啊，一两招的？有。啊，你跟袂使？没有。真的吗？你是够牛啊！我有一条小蜜蜂哦，老师听好。啊，等等等。这就拍有嘞，这很难控制嘞，很容易破音嘞，好像是。对啊，但技巧你都会，技巧你都会。一技巧干不过。这个就很重。好，会试一试啦。我们现在呢访问到道长，道长像是这个18年才一次的普渡，像我们这整个教场的配置啊，还有整个流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次18年莲潭菜普渡主角是我们普渡中，不多，但因为他生前是一位医师，然后他。
所谓的一者人心，人心人数这样子。对，然后跟着是佛陀帮他慈悲悯人的精神，所以在这次的法会庆典中，我多增加了那个本境界内的为国捐躯的三军将士的所有的香火。哦，英勇英魂呢？对，然后跟因为新冠肺炎而往生的一些先人，我只能说普渡宫非常跟得上时代。就是我们发生什么大事情哦，普渡宫都帮我们设想周到。这位牌位是普渡宫，然后旁边的是医圣跟天医，是他们在大陆在莲塘那边原乡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奉祀。我们就是以迎请普渡宫过来这边做这次三天教场的仪式，就以这样的配置下去安放。那我想要发问，就是旁边不是有一些神像吗？那为什么普渡宫自己没有神像，只有一个令牌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在大陆原乡就是普渡牌，它是八年名字，然后以普渡牌下去祭祀这样。哦，所以我们就是把真正当地的那边的风俗以及配置，就把它整个移过来台湾这边，然后用最传统的方式原汁原味呈现出来。对，像这次的也有引请到，当福建原乡那边的信泰的祖先也请到哦，来接受供养。因为正常来说，我们普渡可能都是请神明嘛，但他们这次是把他们的祖先也请过来了。他们原乡那边的。他们来台就台台的祖先，可是因为他们就是饮水思源，在福建莲塘那边的祖先，一起把他请过来这边接受这三天的法会，这样。哦，就是你的啊，咒也不能被忘记的意思。咒的不能被忘记。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拜榴莲，等一下，我想到一个重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普渡到最后，道长不是都会撒那些拜拜的水果吗？不要撒榴莲吧，这个就。很特别咯，我们今天晚上来看看谁会接到榴莲。大家准备起来，准备起来，传到前一超，传到前一超。中青自己准备的，哎，很厉害呢齁，还有排那个艺术感，有艺术感的。Have a lot of fun. Their tour is so fancy, they even get English translators. I'm going to lose my job. Just kidding. 如果大家有需要 Joyce 去帮忙进行导览，不管是中文、英文、台语都可以，好不好？欢迎夏群。布袋戏大家常看到，但是呢，这一团听说他们有秘密武器，就直接让大家体验一下，耶、yeah! ！好，口外流行流，口外流行流来了，你看，就是你，就是你，这样子，口外流行流，有人救救我，还有喷火，就这样打火机，打下去，然后按着，哇，哇，很厉害，还有，哇塞，刚才我不是帮啊，无我就已经，哎呀，所以阮的白灯笼无帮啊。然后这样子比一个气功，然后就这样子点下去就那飞过来，然后就好像打一个气功，那当这样它就飞出去，不会啊。好，来上去，来上去。不是，这个线路太酷，我一定要拍给大家看。来哦，各位，大家快来接点对吧？它下面大有机关，你看。对。这是我的棒棒糖。哦，然后呢？待会我就是拿这个。跳下去！哎、欸、哎、欸，好，走了，紧张。好，来，一、二、三。哦哦哦！还是有可以吗？奥运金牌，刚刚。对。金牌。我先来看你把金牌。来，好，一、二、三。哇！好来。还没，还没。好，好上，好上。好好。好啊。黑色的灰尘，黑边东西，刚好正面光，砰砰音。对。哎、欸，那我是不是要回归一下那个戏友本身，有没有什么一些小小的技术，我可以现学现卖一下？技术啊，可以啊，随便拿，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那我变水的那个。看你变水。嗯。那讲话的话。是一四七的动作，一四七，然后一嘛，一，嗯，一嘛，四，四，然后七，七，哦，就是
一，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没有，不能到这样子。哦，没事。就像这个，就我们都是那么漂亮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要这样子，一、四、五、七。大家好，我是旧意思喂。旧意思。哇。两手。等一下啊。哎，这样子，哎，他就是。对，这样子，他就看哪一个讲话，就哪一个。哎，这个很厉害！我说你这个跟打鼓一样，你要分神经哎，因为我只会两只手一起。看个烟嘛，看，好，这样效果。哦，哦，像仙女在跳。不要怕，不要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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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女孩子打架太粗鲁了啦。哦，舞台开，小朋友，你敢知影我是柯林的？柯林的。Who am I？ Who am I？ 我是什么人？你敢知影？好早。他说你好早熟。真的，我今天有点肢体障碍。安尼修不好修，那骨折安尼，那残障人士。原来。我会，我会，我也没有带动。往下啦。哦，有没有扎了？哦，有。对。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邱艺术的邱九一四，跑到吹嘞！哎呦，金姐啊，我金姐，哎哎哎哎哎，好，感谢团长，掌声鼓励。来吃卡山秀山，来，立起烟。开箱仪式呢正式圆满，表示呢我们今天脱斗正式开启。而且我刚才听他们讲，我就说这整个社区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说这里其实他们都有多多少少的一点血缘关系哦。很神奇吧？那他们这样子的参与呢，也完全看得出来这个社区莲塘菜这个家族哦，大家呢非常的团结，然后呢用心哦，要把这个十八年一次的大型瀑布搬到前一超，好搬到省里，搬到王万。我们现在访问到了王大哥，大家肯定会对这个瀑布有非常多的好奇。十八年一次，然后主办单位莲塘菜，所以它是一个庙吗？我听说是一个家族，但是呢？更多详细的资讯，然后大哥要来说明一下。好，为什么叫莲塘菜？它是因为这一群姓蔡的这些族人啊，他们过去在清代的时候是从这个中国福建省那个泉州府晋江县二十一都南门外有一个村庄叫做莲塘村。哦，他们从莲塘村，这个历史听完已经快昏倒了。对，他们来自于莲塘，然后他们都姓蔡。对，从莲塘来的姓蔡的族人这样子，所以他们是这一次的主办单位。对，那因为他们过去在他们的原乡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他们把原乡的文化带来台湾，那他们继续在台湾继续主办，所以他就变成是这个十八年五的主办单位。你们怎么会十八年？是那些可能就是我们讲的那些好兄弟，等十八年，你那根本就是腰啊！您终于被抛兜啊？为什么十八年才一次？那十八年在中国，在原乡，他们是每一年都举办。哦，他是每年都举办啊？为什么？因为他分为十八乡，十八个单位，头乡普渡完，然后要把它交给二乡，二乡要拜一年再普渡。接力的概念啊？对啊，所以轮到十八乡之后，就回到头乡。好啊，所以呢，他在中国是每一年都会举办。那他们来到台湾，他们要不要办？要。可是他有没有人可以轮？没有人可以轮。所以他们拜完普渡完之后呢，没办法再把普渡公送回去。那送回去之后呢？送回去中国那边吗？因为过去因为两岸封锁嘛，所以他们普渡公在中国是有普渡公的神位嘛，然后他有烛台，他有这个香炉，所以他们就移交给下面的
投降、哦、真的真的就像接力棒这样子、啊、普渡宫是接力棒，像我们在海边嘛，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神位、嗯、然后呢我们就去海边，然后把这个普渡宫然后把它呼请过来，然后在这个神位上面之后，我们把它祭拜一年，那等到譬如说去年就要把它请过来了、嗯、拜到今年七月十三号普渡完之后，完了也没有下一个推轮嘛，从海边请来，所以它是渡海来台 的，对，渡海来台的。了解，那感谢大哥的讲解哦，让我们对于这个真的非常的奇特，而且呢非常少见的十八年谱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谢谢，谢谢。哇塞，好厉害哦！来到当地就一定要吃一下当地特色，他们这边的大米粿嘛。对。这文化局的好朋友。哎，刚刚你怎么没来？我就要吃。我找几个人看一下看。哇，好可怕！我不要算这个嘛。真的有少，真的有人，真的有人欠不了了。我跟你讲，真的啦。这个是2024嘛，就是今年 的，然后这个是18年前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哇，2006的记录哦，大家的签名非常有意义，待会就姐来签一下。完成，原来他们拄着拐杖都要来签一下，所以真的这个十八年谱算是大家的一个信号，就是你再怎么忙，对，你如果除夕没回，你除夕没回来，过年没回来，生命没有等来的，你一定十八年谱一定要等来，那我等到啊。哇塞，这个是模型啊，现在不，这是微缩工艺，微缩工艺，微缩工艺。你看模型有什么差别？因为今麦我们是有在什么模型庙会吗？对，但是我是走精致路线的，用手工，手工纯手工制造。我都不太敢摸呢。哦，不会，这是我自己做，要对它有信心。它不是用纸糊的，没关系。它就是木头雕刻。它是木头雕刻的，这个是我自己自创的。这个没有要送给好兄弟的哦。那没有，让他们看看而已。哦，让他们知道，哎，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独创的工艺。然后献给普渡宫，让他看看我们有这边的工艺这样子。了解了解哦。哎，所以他们这边的普渡蛮酷的，变成了那个乌漆地址成果展。接下来的这个普渡场呢，是 Joyce 个人觉得非常有特色的。我们请到我们的在地友人博智来帮我们进行详尽的介绍。哦，大家好，我是博智海口文化协会理事长哦。来，咱就先哦，好，咱来介绍米纳达，看看来自米兰的不是啦，意大利是不是？米纳达是贝尔亚的外带哦，有食过。哦，有食过有俩的意思。哦，对哦，吼，而且其实吼，咱在用米纳达在普渡吼，有一个美感哦，就是咱收的时候吼，这个面顶这个挂，爱改倒壳。这是为什么？就是象征已经，你吃完了，没有要再供奉你，你不能直接拿走，拜完不能。哦，因为他可能追在你后面跑，哎，会不会加料呢？好，继续哦。一开始就蛮特别的一个习俗哦，还没听过呢。哦，出来哦，好，请我这边的脸烫哦。这好兄弟哦，他来到阳间接受招待，当然要先洗个澡，洗得香香的。哦，了解了解。这个叫板豆嘛，吼，这个叫白粥嘛，吼。啊，我其实特别用心穿真侪物件，国产的起锅，啊，我大概真是爱花露水、洗发粉，哎，而且我特别准备了温泉粉，口罩超微。什么无共款呢？过来就是咱这个是啊，普渡才看来是，啊其实无咱在地就是，咱看一只猪，啊，有一只啥？猪，就是猪，就是猪，恁讲的猪。接下来，麻吉菇啦吼，哎，有发现哎、欸，那个是桃子怎么变？啊，桃太郎造出来。是，那好对，鼻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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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是象征它，有人说是象征这些红牙低啊吼。从地狱挣扎出来，获救。
哥，我记得，这是你们当地的习俗吗？还是？这是其实台湾真侪所在会看到，但是无标准的讲法，有各种的讲法啦。哦，鼻头，我喜欢在鼻头啦，好，刷来，哈哈。但呢，我发现你们这里有很多海鲜哦，你是要跟我们家庭要来串赌的对？对啊，今年阁是龙年，所以咱准备龙大酒班。超过二十斤吼，二十斤哦，二十斤吼，二十斤。我这个鲟龙鱼，这是特白啊啦，或者是阮在地哦，在地的。在地 OK。在地老师傅做，这真正在地家己教的。对，我看的龙虾是这吗？对。太活着哎！伊阿个活。这问者，这是阮车人吼，阮龟阿要车。舒展。咱当然花阿底下内底嘛会有文青吼，看者。啊，其实也是可以更加实在。咱五车，所以阮准备真侪甲五车有关的出版的册。咱因为即届吼有交代咱大陆的祖先来，所以吼可以了解咱台湾的特产。啊，即区大部分是即个咱海山地区啦。海鲜地区的特产区的对。这个是金纳破，对吧？金纳破，对。嘛嘛是来交代咱的因阿兄啦吼。哦。这是咩咸鸭卵对不对？对，咸鸭卵红土的咸鸭卵，这只我亲身家己生的哦，咸鸭卵。啊，这道其实是这个药铺啦吼，因为像咱拄只新闻有介绍，就讲咱这个新冠肺炎，所以其实咱家有一盒的新冠一号。啊，对，咱家有一盒的新冠。哎呦，阿毛这个药铺吼。是，阿刚有迄个试剂。咱家真侪道拢是这个看道吼，咱古早人讲一句话，讲一道道食，一道道看，就是要咱跩乡下弟哦，有通食，搁有通看。这是民国六七十年代吼，代表咱国生一个真重要的产业。哎，你看到巴西嘉年华？什么鸡毛毯子？根本是不是人家来？不是巴西嘉年华，咱看会到新古那很鲜艳的装饰羽毛东西，为咱国生出口。让好兄弟不用出国，在无锡这边可以吃到各国的美食。我发现他们有一点很用心。小朋友跟那个毛小孩的，他们特别用比较低，为了符合他们的身高。我自己发现的，我觉得好贴心哦。这是麻吉菇，加麻吉，麻吉菇，哎，麻吉菇，好。我一般那是红菇哥，红菇哥，红菇哥，真正无人听有。大国腔嘛，麻吉菇嘛是阮在地所生产的。逛完这个蒲场呢，我相信不只是 Joyce， 好兄弟他们呢，除了吃饱之外，也是知识满满。好像呢，真的好还需要一个导览员去导览一下呀，真的是有家哥有力啊，哥让你长知识哦。这种 Podo 场你应该不会看。就以此呢介绍给大家知道啦。假喝聊之外呢，有非常多的当地特色啊、手工艺啊等等的，还有非常多的文化深层的意涵呢，介绍给大家知道。Japanese. Konbanwa, watashi wa Joyce desu. Yoroshiku onegai shimasu. Oh!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o Taiwan? Yeah. Yeah. And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o experience Zhongyuan Pudu, right? The ghost festival,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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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ost event. This is quite special traditional event in Taiwan.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after? My country kind of has it too, but it's not as big as it here. Okay, so in Vietnam, you also have similar events, yeah, for ghosts? Yeah, but we only like celebrate it in our home. Like we just buy forks and everything and for our ancestors. Ah, for ancestors. Yeah. It's not gathering different families and have such a big one, right? Yeah. Definitely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onderful experience. I was thinking of going back here this time next year to join it again. Next year, maybe not here, because the offering for this area is only happen every 18 years. Yeah, it's more special. So next time would be like 2042. Yeah, I'll be there. I remember. I don't. There's not so much fun. You're here. I was telling you young people using your Instagram. The Ghost Month celebrations in Taiwan, they happen every year. Like in different areas, different temples, they have their own celebrations. Yeah. So yeah, maybe next year, if you just happen to come to Taiwan, you can also participate. I'm from Spain and I'm there. We don't celebrate anything like this. For me, all of that is new and it's very surprising. And to see all the food with different forms, decorate great, the people singing, fireworks. Yeah. Fireworks. So you don't have this kind of celebrations in Spain? We don't have that. Maybe if we celebrate some things, it's like more with the family. Oh, with the family. So similar to what's happening in Vietnam. Yeah. Oh, right. It's more for the celebrations inside the family. Cool. Anyone have anything to share? We consider that as a bad luck. It's not a good festival in Vietnam. Yeah, it's a kind of bad luck, so we don't like celebrate so happy, so exciting like this. Yeah, we avoid doing like big occasion on this month. Yeah, on this month, like marriage or something big, we avoid to do it during this time. Are we on TV right now? Yeah, I'm trying hard to be quite professional. We're going globally. But yeah. Yay! 他们跟我分享加持三天的套费。就一直小时候，每次只要农历七月，我就hello， 我就会觉得蛮害怕的。但是呢，普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哇，好多东西可以吃哦，好多零食哦的节日。不过在这边我看到的是他们对于这个十八年普的团结以及重视。你看大家光是准备他们的祭品就如此的丰富，然后如此的用心，而且呢，他们这个背后是有非常深层的文化底蕴的，跟就一直小时候想的非常多零食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十八年一次的普渡，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盛典呢？那这次就帮大家记录了。如果你喜欢就一的频道呢，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帮他们拍这个十八年一次的合照。这个是十八年一次吗？这个合照？哦，那我身负重任哦。哦，来，好。一二三，耶！这边可以蹲。十八年一次的合照哦，不得了哦，大家赶快加入。来，一二三。好，这次呢，帮大家介绍了非常经典的十八年谱。如果你喜欢这次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
一起长大。